下定决心要考上好学校，因此我月考都尽全力地拼前三名。高三决定跨考十天内便知道对手都不是省油的灯，不能松懈。课前预习，课后留到11点复习。不懂的观念要多去思考，或与同学们讨论，不要留下任何问题，否则问题会堆得像山一样高，到最后连碰也不想碰。 这段期间，我认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同学，大家成绩一起提升，并坚定了我想上第一志愿的决心。